选前剩无到三十点钟，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丽生竞选总部大团结，各行各业后援会代表甲张丽生联手来完成建设大森林的愿景。齐心重建新云林，赞！很多云林县未来要做的事情，让我们云林县市农工商并进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所有各行各业，不分党派，不分族群，所有的每一个对云林县有殷殷期待、有殷殷的这个关怀的每一个乡亲都站出来了。因为我们要共同宣誓，未来的云林县，大家呢能够齐心协力，共创重建我们未来的新云林。未来云林是一个大服务智慧城市，用不断提升的服务力，找回云林的竞争力。落实三好一公道的政策，打造幸福新婚林。那立善呢？这段时间以来，针对云林县未来的发展，在我的政策白皮书当中，或是在我的很多的记者会，已经把云林县多重的面向，无论是防洪治水，无论是交通网络，再再都希望提升云林县的竞争力。这次县长选战真激烈，张丽生陷入苦战，伊呼吁乡亲一票又一票支持适合的人选。支持婚姻改变提升，为子孙来争取安全、安心、安定的未来。那我们呢？非常稳定的，希望我们各个委员会呢，能够发挥我们团结一致的心情。因为呢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目标要来实现，也就是呢，我们要同心协力，齐心重建新云林。张丽生强调，这场选举的目的。是选出真心真意服务、有能力、有担当、肯打拼的县长，到底谁是上适合做未来的婚姻县长？相信选民真有智慧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